咱的市长吼，即摆已经伫会场吼，啊，伊来甲大家即个握手，啊，致意就对吼。或者讲咱的市长啊，啊，即次啊，安尼专列哦，啊，咱收停咱浦城啊，即个诊疗市民活动中心，咱非常感谢咱市长啊，会使讲是吼，伊嘛是啊，做出百忙之中吼，啊来即个甲咱即个所在要来咱捐赠，咱感谢伊吼，非常感谢，谢谢。再次来鼓励一下来。来，谢谢朱市长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活动市民活动中心，谢谢。他说还没有站着，他说会注意的，他时间到会差不多会。市长好。好。市长好。谢谢，好，非常感谢，感谢咱台舞的好朋友哈，相当的热情哦，相当的热情，谢谢，感谢，感谢你哈，感谢，感谢，谢谢哈，谢谢，来，新北市埔城区，来，谢谢，谢谢。来，请市长先坐。好，来，请市长就坐，等区长就坐。新北市土城区停留市民活动中心启用典礼，典礼开始。首先，我们恭请我们邱区长上台致辞。市长，停留你市民活动中心严格。我们。新北市大家长，我们朱市长，还有我们今天，彭真龙彭议员、郭金斯郭议员、黄永章黄议员、吴敬明吴议员，啊，那我们林明仁议员啊，黄明义啊，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哈，还有那个主任啊，还有秘书啊，还有我们江建林江局长哈，还有今天很多贵宾哦，我们很多里长联谊会哈，我们。廖会长哈，还有张副会长哈，总干事哈，还有各里长哈，还有我们总务公安局哦，张主任委员，啊各位贵宾，啊各位咱家的好朋友哈，大家好。好。咱这里停留里啊，这洪里长啦哈，啊迄个，直接好啊，大家报告咱这个严格哈，咱这个这是民国九十八年的时阵啦，咱代表会加市公所。啊，就开始第一有这个提议，吼、哦，啊要做这个活动中心，吼、哦，啊就开始有哪个筹备啊进行吼，吼、哦、啊就第支持这个项目吼、哦，但是咱朱市长就职了后，伊看到讲这个计划真好，所以讲啊来赶快来进行这个哦咱这个活动中心，啊咱议会啦，啊咱各位议员啦，啊甲通过这个预算吼。哦啊，所以讲啊，伫主持这个时阵啊，预算通过了后，就赶紧来执行。伫迄个民国101年的时阵啊，11月17日啊，正式开工。哦，所以讲咱这个活动中心啊，这个面积啊，有115平，咱的基地面积啊，有接近到尾900平。哦，所以咱这个经费啊，市长才无够不直接交嘞吼。2650万，咱议员才到清楚，吼、哦，所以讲，加这2650万，吼、哦，咱做700平基地，包括水土保持，包括咱的活动中心，包括内地设备啊，所以讲这个环境啊，即马大家拢知影吼，伊即马咱要入来，会使对明德路遐会使入来，咱即马入来加这个是永丰路，永丰路咱入来的时阵啊，这个中间咱所有的这。咱地方里长甲地方，且大家拢非常的支持吼，啊，甲咱，咱张地主啊，张姐啊，咱这个闲谈啊，和咱做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啊，咱家拍光吼，啊，佮顶悬啊，来，迄个光来转，甲咱这个民国吼，这个40年前的这个红单啊，吼，这个工厂啊，吼，这个啊，这个闲谈啊，继续恢复起来，啊，所以讲啊。今嘛，这个继续啊，会当愈来运作，吼、哦，这个变作公共艺术，也是变作咱只指标，吼、哦。啊，咱只只去了后啊，这个活动中心嘛，三年前关真好，吼、哦，直接我甲大家简单的报告，吼、
啊，感谢咱咱市长吼，啊，甲各位议员吼，啊，各位里长吼，大家共同啊，啊，甲地方啊，大家支持吼，迄啰。但是咱今仔上重要诶吼，会当推动诶，咱就是咱诶主市长吼。若无即个副作袂起吼，啊，直接咱欢迎主市长吼来甲咱讲几句话，吼，咱大家掌声欢迎。请各位掌声欢迎我们朱市长。今天吼，咱拍一拍掌声，甲咱区长、甲咱所有工程单位，甲鼓励一下，好不好？你初次掌声，热烈的掌声。今天吼，咱在地里长吼，包括咱在地里长、遮的里长、甲会长，遮是主人啦。甲所有乡亲是主人，主要我比人客，知影？足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田寮地区，来到土城。今天这个工程完成吼，对地方来讲是足大的一个喜事啦。我有一个感想，甲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发觉讲，做工程也好，做建设也好，做服务也好，基层的工课上多。一个活动中心来当完成，伫都市地区啦，人口足多的地区，好啊来完成，好啊来运用，市民足欢喜，每工都运用，大家好啊用。同款做公园。做足大片的，无人使用是无效。一个小公园，但是边啊足侪人口，就有路用。所以我甲大家报告，我讲咱做头路做代志，伫基层做起，足侪物件足重要。同款，咱里长替咱会当讲乡亲来服务，即个林长替咱乡亲来服务。里长、林长就是咱上基层的市政府。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话吼，要讲啥？咱这议员拢伫个，拢足支持我。但是啦，我必须要讲，有诶议员诶想法无同款。你拢知影吼？里长袂使，里长袂使，基层诶公务袂使做，对无？我讲实话啦，你但心内有数啦。啊，从这个有神甲抬掉，我讲这毋对啊！我今年继续拼，继续做。我相信议会一定支持，大家讲对不对？好，咱一定要支持，因为这啊，这就是咱基层的工课嘛，唔通讲这浪费啦，这是基层咱需要的，咱市民伫用的代志，市民伫办的活动，市民伫运用的一挂工课，作为公园，作为活动中心，大家支持，安尼才会成功。新北市爱团结，我拜托，咱一定爱团结，安尼咱团结，咱足侪代志。无论大建设，咱的三环三线，咱的捷运，咱的快速道路，这些拢一定爱做，大家知影嘛？都亲像六五快速中道路通车，对咱土城嘛帮助足大。虽然够卡一条啦，讲实话啦，陈立桥遐会塞车啦，对无？迄我会解决啦。但是纵使有一个六五快速道路，从咱土城甲足侪所在，包括一个足足侪所在变足里边嘛。咱只交通变里边，加上咱的捷运，这拢足重要。但是基层的足侪代志嘛，需要大家支持，需要大家共同拍拼。所以我相信有这个决心，咱一定将代志做好。所以我讲，咱的区长无简单，伊会当讲来遮吼，即我讲的啦哈，我安尼大声讲，即里长大家即摆大家对伊应该是赞的吧？啊大家嘛一定爱讲赞，因为无讲赞，到时行去互三零八呛去，对吧？三零八的人讲，定来呛声讲，若无好好甲咱照顾，对吧？但是我讲，就是安尼，地方大家团结一致吼，咱将这个地方建设甲做好，地方百姓的代志，路平灯亮、水沟通、环境清洁、社区安宁，每项工作做好，我。相信咱的事情都做好，今天特别感谢，包括彭议员，彭议员非常支持，欧议员嘛非常支持啊，那个永昌议员啊，齐明议员啊，各位议员的助理都非常的支持，代表咱议员来家，我相信咱有这个决心，咱未来市政建设一定更加成功，感恩多谢，谢谢。您的掌声给我们朱市长。我省祭拜及时已到哈，请区长邀请我们朱市长移至上下位置安置安龙谢土。来，请。
请我们邱区长、朱市长及各位贵宾，及各位乡亲哈，可以移至我们上下位置哈，请安心安谢如安龙谢主哈。来，拢是长楼啦吼。来，这边没有讲一遍好不好？新北市土城区平寮市民活动中心启用，向诸神佛行三敬香礼，一敬香，再敬香，三敬香，迎神恭读祝祷文。中华民国102年6月25日，即日。香礼烛、先过敬品、金银财宝、三生九礼、九品之仪，奉敬玉皇大帝、神农大帝、天上圣母、诸神圣佛，为新北市土城区地方诸位长官与主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先生。陪祭新北市土城区区长邱武权先生，立委卢嘉诚办公室主任林金杰，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办公室主任郭嘉明，黄永昌先生，吴其明，林明仁助理林明彤，彭成龙议员，王明立办公室秘书王志贤、王贤志，欧金师议员，民政局长江俊廷，户政事务所主任陈国清，新北市土城区里长联谊会会长廖特清及全体里长，暨地方士身为新北市土城区平寮市民活动中心落成启用典礼举行谢土拜拜焚香祭拜拜，恭请玉皇大帝、神农大帝、天上圣母、本地万善公、本地福德正神、本境山神、土地龙神、五路诸神圣佛各保金莲坐下，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时无灾，落成启用大吉大利、万事平安吉祥。主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先生，陪祭新北市土城区区长邱武权先生，率公所团队及各界长官贵宾，向诸神圣佛行三敬香礼，一敬香，再敬香，三敬礼香，请工作人员收香。北市土城区平寮市民活动中心落成启用行三献礼，献花，
国。献金国。请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先生及各位长官贵宾向诸神圣佛行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安龙谢普，敬天敬地，恭此上文。祝各位长官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现在我们恭请市长率领我们现场所有长官贵宾前往平寮市民活动中心。来，请跟着我们走哈！来，各位乡亲，请跟着我们走到平寮活动中心哈。金浦城市长、区长陪同领导，各位长官。来，我们乡亲安好，听完后哎啊，厉害厉害厉害，我真厉害，你敢往关里放鞭炮啊？好啦，哦，你一定要给你请来哦。注意一下天气了哈，太阳快探索不要停哦。